哎，Hello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番茄。但是今天啊，大家不要叫我老番茄了，叫我茄校长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玩的游戏是学员构想家啊，造学校当校长。不多说，直接开始。好的啊，那进入捏脸界面了啊，我们叫茄校长。那个儿呢，可以矮一点啊，主要是要跟学生们打成一片啊。来我们学校都是未成年啊，个儿太高，学生就得仰视你。我天，腿怎么这么长？不要让学生仰视你，要让学生平视你，是吧？要有一种亲切的感觉。所以说我们茄校长啊，身高可以稍微低一点，但是不能失了校长的威严。所以说我们要啊宽一点，宽一点，心宽体盘。然后肤色呢，我们肝火比较旺啊，火一般的内心。头发的话就光头吧，很睿智。哎，穿一件西装，戴一个小胡子，很专业。欧了，捏脸完成，我们的茄校长要正式进入学校了。我们学校的名字啊，就叫做红果子实验学校。好，那么我也是坐上了巴士啊，前往了我们这个红果子实验学校。哎呀，我去，我从车上下来了，还没彻底盘高。哎呀，这就是我们的红果子实验学校。哎，我张望着我光溜溜的小脑袋，看看，哎呀，满目破败，满目的疮痍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原来这所学校啊，年久失修，只有一位老师在勉强支撑。那我新来的校长，我来了，教学就恢复了，我来了，青春就燃起来了啊！我就是新来的校长啊，他的名字呢叫做林茶茶，是我的校长助理。好，那首先我们作为校长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学校给整修一下。那首先呢，就开动我们的推土机。你看这学校里面这乱七八糟的树啊，这箱子啊啥的，这学生活动的地方放这么多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容易造成一些安全隐患啊。所以说咱们就能拆的都拆了啊，能拆的都拆了。这个什么破房间也拆了。这边呢都进行一下整修。好啊，我们还可以往上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二楼啊，我们二楼这边也拆了，这种地方，哎，我的校长办公室居然还有破洞的，都拆了，都拆了。好，拆除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呀？我们要建个教室。好，我们先建一个大教室啊，到时候我们可以再做分隔。然后呢，教室干嘛呀？要讲课，是吧？要讲课。咱们这个学校啊，师资力量还比较薄弱，所以说啊，我们希望这个教室能够服务尽可能多的学生，所以说我们这个班级呢就放大一点。OK， 好，我们的第一个教室呢就这样子建完了。可以看到右边空了一行，我们可以放些什么？我们可以放些装置。在学校里光上课也不行，我们得在旁边啊给他们做一个仪容仪表参考栏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放在这里是吧？然后还要干嘛呀？啊，给你们做个这个便当挂钩，这个书包啊什么也可以放在这里。哇，天哪，怎么这个校长这么好啊？好了，那我觉得我这个教室也是装修的差不多了，那还差个啥呀？哦哦哦，我教室没装门啊！我说呢，啊，同学们进不去教室，嗨呀，真是太粗心了。门啊，我们门就开在这儿，是吧？同学们就可以到达我们的小教室了。好了，咱们这个教室也装完了，那我们的一年级一班就可以开始了。我亲自来上课，我们学校的第一任学生必须是我前校长亲自带出来的。我要告诉我们学校的老师，我不仅是管理的，我也是做教学的。这样以后我老师如果不管教，我直接站出来说，茄校长以前是从教职岗上出来的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违背校长的命令？那目前我们没有学生，没有学生怎么办啊？我们就要去找学生。我们可以看一看啊，我们这个龙门镇这里的学生怎么样啊？平均能力13 13 13 13，就各科啊，文科理科艺术体育都是13，很均匀，我只能说很均匀。然后学生特性健忘，这个地方的同学都比较健忘啊。学费130，这边的学生目标志愿是港文营销职校，他们呢是需要学文科和理科，所以说呢需要文科理科比较均衡一点。那我看一下这次的学生啊，尹妮妮、吴汉林、张曼华、郑新月、张卓，怎么就这么点人呢？全部入学。好，分配到我们的一年级一班，校长亲自教学啊。然后我们要给他们排课了，这样子啊，理科课文科课都得学。你看文科课和理科课安排的非常的好，你看我们的学生预计有两人可以达标。为什么他教学能力不足？好像他教不了文科课，他没这个能力，知道吧？就是说我的能力越强，就需要更少的课时完成教学要求。我们现在就这一个老师，那就没办法呢，只能得过且过了。那我们正式开始上课了，准备好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第一周来的五位同学。哎，可以看到，哎，同学快乐的跑进来交了学费啊。郑新月，我们的五位同学，尹妮妮，还有谁啊？张曼华、张卓，还有个谁啊？张卓，等会儿，张卓你怎么不穿校服？张卓是不是没穿校服？还有个谁？还有个同学，你迟到了啊！校长亲自来迎接你，你被校长抓到了。胡汉林啊，但是你穿了校服还不错啊。他们说父母说不是学习的料子，但是他希望能够在我们红果子实验学校完成梦想。放心好了，
老师一定不会辜负你们。OK， 开始今天班会啊，可以看到我们就正式开始学校了。学生数量5，职员数量2。虽然说我也是很想去那个人才市场上挖个老师啊，但是目前还是不行。早会呢啊，就跟同学们明确一下班级纪律。我们班上一共5个同学，你们谁不来，老师看得一清二楚。啊，你看他在这里挠头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，第一节课开始了啊。第一节课，大家可能会说，刚才你说这个校长要自己教学，你现在人呢？哎。校长是理科出身，我们文科常识还是交给林查查。我们校长在干嘛呀？我们在教理科常识，所以说理科课的时候校长会过来的，好吧。我刚才上课我觉得学的比较认真的哪几个人？郑新月和这个尹妮妮学的还比较认真，是吧？其他几个你看，这一个不穿校服，一个迟到，班上的男同学能不能向班上的女同学学习一下？不知道你们在干嘛，然后他们三个在干嘛？在这里他们在偷偷打游戏啊。哎呦，他们三个在偷偷打游戏。稍等一下，其实校长要来言传身教了。秦校长，哎呦，直接冲了过去，停！三个同学被发现了，对不起，校长，校长，他们都在低头看校长，下次不要再做了，秦校长可是真的要生气了。好，秦校长制止了他们，哎，秦校长深藏功与名，好吧，秦校长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哇塞，红红的脑袋直接卡在桌子里了。好了好了，接下来又上课了啊。那在他们教学的同时呢，我们再来看看龙门阵，哎，可以招一下教师了，我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11、16，这个是什么？进修能力，哎，这个老师挺好的，李雪，他是个文科老师，每周的薪资比较低，而且教学水平还挺高的，进修能力也很快，我们要让这个老师疯狂的进修。好，我们的新老师来了，这样子，我安排李雪老师去进行一个进修啊。我们学校有三种老师，一种是搞教学的，一种是搞科研的，一种是搞管理的，你就专门负责教学，我要进修你的教学能力。好了，进修已经开始，他需要花这个半天的时间去进行进修啊。OK， 学员生活出现了，同学们啊，想要喝水，嗨呀，这么基础的要求，我怎么忘了满足呢？等会儿我给你们整个饮水台，我们整个小型喷泉吧。同学们有空可以来这里喝水，这应该不对吧？到底怎么样给他们喝水啊 ？Oh my god， 茶水间是不是啊？全校人员喝水的地方，稍等一下，我们得设置一个饮水间。饮水间里面呢，可以造什么啊？可以造一个水壶桌，是吧？可以两个同学在这儿喝水，是吧？还有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水杯架，建一个水杯架，还可以干嘛呀？放一个暖水壶。好了，咱们的饮水间也有了，相信同学们一定不会再为了喝水而烦恼了。我看看这些同学在干什么。好，他们在增加友谊，学校里面小团体出现了，张卓、胡汉林、尹妮妮三个人啊，形成了一个小团体。这个张卓你别说啊，他虽然说是个游戏狂人，组织大家偷偷玩游戏，然后还不穿校服，但是他学习速度还是很快的。别的不说，我们班同学非常团结，相信他们一定会留下青春的回忆。午休时间差不多要结束了，同学们要开始上下午的课了。等会儿啊，我们的那个有一个老师在进修啊，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些课都取消掉，先都换成理科课，等那个老师进修完成了以后就可以上课了。好，钱老师正式开始教学了，上课起立。同学们好，老师好。但是钱老师怎么看不见头啊？大家好好学习啊。尹妮妮，你有点落后班级同学了，好吧。我们班上现在这个张卓同学啊，和这个谁胡汉林同学啊，他们两个学的是最快的，好吧，其他同学要跟上他们啊。啊，然后这个学生助理又来了，说这个学校啊没有洗手间，这可是个大问题啊，怎么可以没有洗手间呢？那我们赶紧建一个洗手间，好吧。好的啊，那我们就放一个女洗手间在这边，是吧？然后里面要放一个什么呀，小隔间。 OK， 这边再放个门，哎，对，再放一个男洗手间。 OK， 男洗手间也搞定了。但是好像有一个问题啊，朋友们，就是个男洗手间啊，这边有个窗户，我不知道男同学们在不在意啊。男同学看看他们进来以后在不在意啊。男同学好像不在意，校长也不在意哦，没事，我们窗开在这儿，隔间里也不影响。 OK OK， 那太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接着教理科课了。哎哎，又有新的学生了，沈飞、陆从文、张磊、常战，他们四个进来有没有什么信心啊？同学们，就这四个中途插班生进来直接参加高考好像不太行吧。算了算了，进来吧进来吧，能赚钱直接进我们的一年级一班，好吧，我们学生越来越多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们还得新招个老师，我们得招个厉害的理科老师。我看看，哎呦，这边有个体育老师廖语言，哎，这个体育老师好厉害啊，他有18点的进修能力，我们可以先招进来让他疯狂进修，然后让他当班主任，是吧？好吧，我们这个廖语言进来，你赶紧去干嘛呀，进行一个进修。他怎么不能进修啊？没有空闲的进修槽位啊，全校只能一个人进修啊？那我把你招进来干嘛呀？我们招了一个吃排食的，但是没事没事没事，廖语言，我要给同学们安排体育课，等会儿你就有用了，知道吧？好的，马上我们新同学就来了，好吧，我们新的同学。好了啊，休息休息，差不多同学们也要放学了。那我们现在安排一个研究事儿，让老师们研究一下。我看看研究室放在哪儿啊？放在2楼，这个地方正好是空出来的。
好，我们就把它作为教师们的研究室。我看看啊，先研究什么？我觉得要研究伙食帐篷，让同学们啊可以吃上好饭。我要放一个研究组长过来，那你们两个就过来搞研究。你作为一个体育老师，三分练七分吃，你研究个伙食，我觉得不过分。OK， 好了，朋友们啊，第二天来了。哦呦，学生来的好快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两位老师，哎呦，同学们可以看到积极性很高，来的比校长都快。校长一个小红光脑袋的慢慢悠悠来了，同学们都很想上课。离开学前还有很长的时间，学生们就来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学校教学质量好，同学们喜欢上课，知道吧？喜欢。哎呀，校长也是很欣慰啊。哎呦，研究一下课程嘛，我觉得我们得研究一些初级的文科课程了。研究课程也不行啊，研究值不够。这样子啊，刚才李雪她研究能力太差了啊，我们把林茶茶安排过来，哎，突然就可以研究了啊。然后李雪呢，你去当班主任吧。等会儿有个什么事儿，我看一下。同学们，你们又在干嘛呀？啊，又开始玩游戏了。哎，你到底有多少台游戏机啊？张卓，我刚才已经收了他三台了，你们看我背包里搜了他三台游戏机，又带着同学玩游戏是吧？校长又来了，直接一个红脑袋冲进来啊，又被我发现了吧？玩游戏又被我发现了哈，下次不要再做了。 OK， 好了，你看我们纪律又增加了，我又收了三台游戏机。这张卓不穿校服天天打游戏，而且他家庭应该挺有钱的，卖一次带三台游戏机，不仅自己玩还分给同学们一起玩。不得不说你这种行为其实很大方，以后出了社会大有可为，但是就是不行啊，你在学校里玩游戏。好，班会弄完了，轮到我们讲理科课了。哎，这位同学你怎么了？好饿呀，有没有地方可以买东西吃？哎呦，学生们还很饿，没有食堂。那这样子啊，等我们先研究完这个文科课，然后再研究一下这个伙食。算了，学生的伙食比较重要，不要研究文科课了。哇塞，我这个校长真的是太好了，我都有点感动到了，泪目了。朋友们直接为同学们研究伙食，不研究课程了。同学们毕竟吃饭重要，好吧，万一没吃好以后长不高了怎么办？新的入学申请已送达，全部来吧。虽然说校长不一定能把你们培养成优秀的学生，但是看着你们在家里没学上，而且想交钱，校长就克制不住想把你们都招进来。校长好吧，简直太好了。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我们这个教室有点太大了，你看顶多就这些同学，我们放了这么大一个教室。好，我们呢又整理出来一个二号教室，这二号教室呢同学们也可以过来玩啊，只不过现在暂时二号教室还没有分配老师，好吧，等我们后面学生多了，二号教室也可以来了。哎呦，这同学怎么饿倒了啊？没有饿倒，没有倒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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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就是在外面躺倒了啊，休息一番。对不起，吓到我了，吓到校长。你看校长是不是心系学生，纯纯的心系学生，好吧。OK， 伙食帐篷研究完了，我们暂停一下，接着研究初级文科课程，好吧。那么研究完了伙食以后，我们就可以为同学们建造食堂了啊。我们建在哪儿呢？哎，就建在这儿，是吧，建在这里，建一个很大的食堂，好吧。这边就是我们的伙食供应区，可以在这里放一个午餐帐篷啊，就可以为四位同学提供伙食。提供完了伙食以后呢，就需要提供什么？双人餐桌。 OK， 不错不错不错，就这样吧。哎，我们数量很充足的，然后售卖商品也可以在这里放啊。我们可以放什么呀？黑面包和一荤两素套餐。哎呀，就是盒饭嘛。哎呦，同学们要过来买盒饭要花午餐费的，一个健康的学校不能就是纯粹的供给，吃饭的同时学校也能挣到钱，这样就是最好的。OK， 无敌了，伙食现在已经完全解决了，朋友们。但是我要给他们分配营养师，什么意思？食堂阿姨也得分配一个。这样子，我们去龙门镇找一个食堂阿姨，看看谁的薪资最低的。要么就招这个人吧，杨宇，你过来。杨宇，我也不求你干别的事儿了，你当营养师吧。没事儿没事儿，你当营养师不影响你教课，你后面还是可以教课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每个人除了教课以外，还能当一个职业，你知道吧？可以当校长，可以当那个什么研究员啊，还可以当各种各样的什么营养师什么的。OK， 那我们这个也解决了。好的，哎，这个同学怎么样？他说上课真无聊，想出去玩。他在捣乱，获取不了课程知识，还会影响别人。你给我去罚站。你还挡住门了，你不要挡住其他同学进出好不好？你还影响别人，你一个人一分钟，全班四十个人多少分钟？你自己算一算。OK， 李雪进修完成了。OK， 上了这些课以后应该是够了，然后我们再去提升一个理科老师的能力，好吧，不然的话还是不行，需要一个理科课程17点的老师。谁理科能力强的？有没有理科老师？哎呦，等会儿，林茶茶这么强？哇，林茶茶的进修能力好强啊。我前校长进修一下，我进修吧，我把我教学能力提到18。同学们等我，
等我进修完回来，那有18点，我一定把大家教到大家理想的学校，好吧？哎呀，一开始我都没有想到啊，钱校长和我们钱校长的助理成长值这么高，我这个是真的没有想到。这样的话，一开始其实应该让他去进修的，不过没有事，让那个李雪老师进修一下也问题不大。那至少把他能力养出来了以后，我们以后二班也有老师教，以后我们就是我和林茶茶教一班，是吧？李雪和再培养一个理科老师教二班，我们这个两个班同时进行，一个是火箭班，一个是平行班，很无敌。啊 ，OK 啊，校园生活有条不紊的进行，哎，同学们都过来买饭，非常的快乐。你看，同学们过来一起吃，你看，同学坐在一桌吃饭，培养感情。这样子，我们找点研究的老师吧，我们研究课室还挺需要人的。你看他13点研究，我们把这个韩妮妮招过来啊，专门来研究，他有13点的研究能力值，还是不错的哈。好，钱校长进修已经完成了，哇塞，我还可以继续进修，不用了，钱校长的能力吧，够用就行。我要把其他的教师给培养出来，我们把这个林茶茶给进修上去。 OK 朋友们啊，你们看这个时候我把钱校长安排上去就可以完成教学任务了。等会儿怎么还完不成啊，12个人里面有9个人能达标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剩下的还有3个同学，你们努把力啊，你看大部分同学都是可以完成课程的。又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林茶茶说这个工作的有点累，需要职工休息室。职工休息室又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还需要去研究一下，好像我们下一个研究职工休息室好吧。大家问题很多啊，老师也开始有问题了。 OK 我要研究职工休息室了，职工休息室研究一下。 OK 啊，还好我们现在研究点数比较高，所以说研究的很快啊。哦，职工休息室完成了，来吧，建这个角落里建一个长条形的，然后呢把门放在这里是吧，然后里面需要什么呀，需要咖啡桌，给你放一个咖啡桌，给你放点椅子，单人沙发，哎，老师们没事就来这里休息休息，这个桌子啊放在这儿，然后呢双人沙发呢也放在这儿，还有什么小型风景挂画，这全国统一的吗？我们老师办公室里都有这玩意儿。再给你放一个咖啡桌，哇塞，这还挺对称的，你别说。好了，员工休息室有了，老师们可以来休息了。好，有老师来休息吗？啊，李雪老师来休息。好了，林老师进修完了，我们让新老师进来进修一下，加一下你教学能力吧，西门强。只能说我们现在一切都在正轨上，好吧？等会儿又有同学捣乱，你是谁呀？这个到底是张磊？等会儿你怎么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啊？哎，张卓真的很牛逼啊！张卓的文科属性要爆掉了，文科之王啊！我觉得张卓已经无敌了。然后他理科嘛差一点，但是理科嘛是我们的问题啊，我们这个教学没有跟上。哇，还有什么胡汉林？哇塞，我们文科因为林老师这个水平太高了，现在同学们文科学习热情空前的高涨啊！张卓作为一个游戏狂人，此刻是我们的年级第一啊！张卓受了一次处分以后啊，渐渐的，哎呀，懂得了学习，哇，我真的很欣慰啊！这不就是校长我们这个存在的意义吗？哦，我们完成了学员改革1号啊，又有很多新的可以改革的东西了。然后呢，哦，在地图上我们有很多可以去的地方了。哦哟，我们可以安排学生外出实践，被派遣的学生依然会按照课表上的科目学习。哦，1年级1班，我们去实践一下好吧？哎，李雪老师带同学们去春游去啊，去春游。我们去外出实践去了，同学们还在学习，边走边学，很牛。哎，不对啊，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啊，还有1天就高考了，我让同学们去春游，他们不会回不来了吧？哎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回不来了吧？今天是考试日，还有1天的时间，我的学生不在教室啊，我的学生出去春游了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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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吧，我不要成为罪人啊！同学们赶不回来高考的话，我真的我。悔恨终生，我带的第一届，我和林老师还有李老师，我们大家一起带的第一届啊，有一个叫老王的大爷想要写情书，哎，我们的同学正好文科特别牛，就让我们喜欢玩游戏的那谁给你写封情书，派出了一个文学学霸，哇，一封情书写的男莫女泪，哇塞，现在我们可以在公园里招生了，我们对这个区域已经完全熟悉了，派遣队已经返回，哇哦，这边也可以招生了，以后看看我们的同学们全回来了，张卓就是你写的情书是吧？哇，你看他44点文科，无敌了，我真的。好，离考试结束只有半天的时间了，同学们可以做最后的冲刺了。有好多同学都还不行啊，丁博，你行不行啊？最后冲刺了，这个真的属于临时抱佛脚了，丁博满意度在疯狂下降，他觉得饭菜不好吃，饭菜不好吃没事，你好好学习就行了。最后一节课了，丁博，我盯紧了你，我校长，我亲自督战。OK， 丁博学成了，谷子明。你别吃饭了，你就差一点了，你好好学一下吧，李子明，不是谷子明，完了，朋友们啊，谷子明，我们这一届一本率被他拉下来了，完了，放学了，没办法了，已经结束了。
等会儿有一个临时的事情，偷偷打游戏，还在偷偷打游戏呢。但是明天就高考了，我觉得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就让他们好好打一下吧。而且你看，我们这一届被抓到过两次打游戏，但是这一次他作为一个游戏狂人，在其他同学在这里玩游戏的时候悄然路过，他说我已经脱胎换骨，虽然说我热爱打游戏，但是此刻的我已经不一样了。张卓，我信任你，张卓。那么学生们开始考试了，结果会怎么样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我的第一届学生们，考试结束，考得怎么样呢？同学们，我们看一下啊。谷子明，谷子明，谷子明啊，哎呀，我就是文科给他们安排太满了。满分是谁啊？胡汉林，我们的第一届学生，最早来的学生直接满分通过了，最终的评级优秀。就是可惜啊，谷子明同学最后差了一点，最后那一天差一点啊，我校长我就应该在旁边盯着他学习啊。看着我们红果子实验学校第一届学子纷纷考上了理想的学校，校长教书育人的这一路也是留下了非常多感动的瞬间，地区的好感度，哎呀，也是一路飙升，家长们非常的开心，这一届的孩子很有出息啊，很有出息啊。哎，怎么有别的学生？哎，我们学生呢？哦呦，一班升到二年级了。哦，他们没有毕业，hold on，没有毕业，他们是升到二年级了。刚才不是高考，原来哦，张卓又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以前的村子回来了，同学们又回来了。哎呀，又是一个新的学期，太棒了。哦，我说的怎么五天就高考了是吗？不是高考，是一年级期末考试。哦，那没有心酸，同学们接着回来，接着上课啊。今年我一定这个什么，重点培养谁啊？谷子明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定今年给你好好补习，给你开小灶。谷子明，教书育人不过如此，红果子实验学校二年级开学了。好的，那我是老番茄，今天我们的游戏实况就录到这里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投币点赞收藏一键三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